优频道独家追踪锦衣卫北京之行。天地虽大，谁的到最快就谁称霸。有一个是我要射那个 arrow 的，真的是出了意外，有炮嘛，它会爆，然后它提前爆，本来是大概7秒才爆的，可是它2秒就爆了，所以我那时候还在瞄的时候，它已经砰，所以我那时候哇，整个眼睛都不能开，眼泪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流。可是拍出来的那个效果其实蛮好看的，拍戏很辛苦，你都会觉得是值得，是开心的，因为大家都很用心在拍。Hello， 新加坡的朋友们好，我是吴尊，那要记得看我主演的锦衣卫哦。优频道是以上电影的指定宣传电视。